警持枪包围逃逸轿车，左方另一名员警爬上车头，手持警棍不断敲打车前挡风玻璃。员警手脚并用，强行击破车窗，把驾驶从车内拉出，重摔在地。驾驶被员警强压在地，嚣张气焰全无，开始求饶，跟稍早脱序行为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时间往回推，驾驶不久前在市区蛇行闯红灯，被员警包围后，他竟然还想撞开小黄，企图突围。警察在办案，他发生什么事情了？11号晚间11点左右，桃园员警巡逻行经中山路时，看见一名陈姓男驾驶未礼让行人，红灯右转，立刻上前盘查，没想到驾驶居然加速逃逸，撞上计程车后还倒车二次冲撞，立即强力破窗，将该驾驶拉离驾驶座，并进行压制逮捕。蛇行闯红灯还冲撞车辆，深夜市区上演玩命关头，所幸警方及时将驾驶拦下，避免酿成严重车祸。记者刘志展、吴怀翰，桃园报道。